万众期待中，第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，开幕式的嘉宾阵容也随之曝光。从网上流出的开幕式节目单来看，这一届的金鸡奖可谓是星光熠熠，有张艺谋这样的大导和周迅、陈坤等一众实力派演员，也有王俊凯、易烊千玺等优秀青年演员加盟。此前盛传的肖战却不在受邀之列，最令人遗憾的是王源并不在节目名单上，团粉想要看到 TFBOYS 合体的愿望再度落空。而本届金鸡奖开幕式主持人将由黄晓明担任，对于黄晓明这次的跨界尝试，网友表示十分期待，不知道黄教主会不会爆出几句名言名语，把开幕式变成名学现场教学。除了王俊凯之外，杨紫也会作为影片推荐人出现，再加上以导演身份讲述国产新片的赵薇，这一次的金鸡奖可以算得上是中餐厅成员的大聚会了。